い、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六竹です。はい、今回ロックマン終わり、あとはいファイアエンブレム続きやってましょう。はい、はいはいはい、画面あまり変ですよ。はい、はい、やっぱり変なエミュレーターなのだよ。ちょっと待って、あー、カメエミュレーターなのだよ。カメがなんか恥ずかしい、皆さんごめんなさい。我都唔明點解都整唔走咯，即係嗰啲呢個問題咯。啊唔係啊，一直打到呢度。咩啊？上次一直都冇喐過啊。多阿多多。係 PS 啊，係こんにちはです。很棒。はい、皆さんも嬉しいでしょう。皆さんも Fire Emblem 好きでしょう。おお、帰ってこい。おお、早っ。哎呀 ，Edward， 아무때저리지다미다요OK，OK， 이때로차이노스케상하이アザラシのロケとか、おお、ビタよ。
ーキアか。そうなのか。OK、はい、いってらっしゃい、伊之助さん、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はい、はい、たくさんお帰りなさい。ああ、仮面も大丈夫か。どうなの。はい、ライト。わかんないよ。672さんは誰ですか。すみません、誰ですか。プレネットサルサ、はい、こんちゃこんちゃ、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なるほど、ヒーローさん、知らんかった。はい、ピエさん、はい、こんちゃ、はい、こんちゃです。あと、はい、はい、しっかり魔法で、は
要接可乐斯。所以我是这么不爽的，因为我可以的哟。実はパソ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ですよ。はい、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よ。リオネード遅い。はい、レベルアップです。はい、
咁其中咧五三四我都係冇辦法，咁所以我哋嗰個所謂工作時間比較少。あの兵士なんかいいものあるね、なんかいいもの持ってるたちな。政府话已经收到以上报告，正系进行校对。账委会主席石礼谦就要求政府喺下星期向账委会提交。无线电视记者吴伟文报道。会审议案未能够喺立法会顺利通过，发展局局长陈茂波担心会影响新界经济发展计划起步嘅进度。財政預算案在立法會持續審議多個星期都還未完成。主席請問一下，在財委會的議程亦都大塞車。有人認為要會簽署這個議案，主席被人寫出來我都不知道求什麼。發展局說有多項工程和民生事務都可能受影響。DM は何ですか？ジトロロさん、DM は何ですか？等候撥款做研究的項目還包括一路填海、發展地下空間和東大嶼山發展計劃等。陳茂波話：希望新業主能夠最終受惠的都是市民。立法會主席曾玉成就話：希望今個月可以完成預算案的審議。我們的會議時間咧超過四分之一咧，係因為要等中等相關嘅話費用嘅。開復的模擬似乎這個個別議員呢是有意要拖長到八年的時間，那我會解決。對於何時展報，曾玉成重申要按議事規則給議員發言，同時會考慮限制發言的理據。無線電視記者黃曉瑩報導。政府收命由市南招地產建設商會發言，地產商買樓開綠燈，促請政府再減壓。政府修订楼市辣椒，放宽两户楼获得豁免双倍印花税的限期。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出席本台节目《广征广闯》的时候话：，微调辣椒的主要得益者系发展商。有好多有传媒话，你呢个政府多倍印花税，地产商唔收佢哋税。继续放跟住热片之类。一小撮人主要嚟都系帮嗰扎老豆。佢呼籲政府定期檢討辣椒，更希望進一步減壓，豁免企業購買商業樓宇嘅雙倍印花税。係咯，咁一樣嘅，都係歡迎啲外資嚟投資嘅。咁係咪有乜嘅需要，即係要拆不地價嘅？即係香港市民嘅買樓嘅供樓負擔比率，即係全世界最高嘅，係咪都真係太少？咁快就會減壓咧？係咯，係得到佢嘅幫助嘅結果咧，少嘅就少。ダイレクトメッセージか。ああ、なるほど、なるほど。はい、ありがとうです。はい、ダイレクト。佢又建議喺唔影響本地工人就業嘅情況下輸入外勞，加快建屋嘅進度。多謝。無線電視記者何文敏報道。越南嘅繁華示威暫時無果。两岸三地方人在青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的时候，都同越南的代表商讨赔偿同善后问题。中国喺西沙群岛附近架迁转有内，同越南船只多次碰撞，引发越南反华示威，事件仍未平息。双方指曾经多次要求越南船只撤离有关海域，不过越南船只有增无减。今个月更加冲撞中方船只五百几次。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正在山东青岛举行，商务部长高虎成星期五约见越南劳工部长吴钧龙，表示对越南反华示威的关注，要求越方保障当地中资企业。有份出席会议的本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亮亦都说：系系，我睇你啦，晒，伊诺斯基生啦，我睇你啦，晒，保护当地香港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代表经济部长张德江今日亦都能到同吴钧龙会面。
以表达对示威嘅高度关注。另外，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同越南防卫部长陈大东分别喺度，立即采取强硬措施，制止一切暴力活动，严惩不法分子。美国就重申，中国喺有主权争议海域加征专油台系挑衅。卡尼又话，有关国家应该根据国际法严厉地判断处理南海主权争议。无线电视记者彭子，佢就话你不，你不能压制内容。这只口罩啊 ，fifth is your。你 kick 啊啦，我啦我 ，get 到这里。或者，那你们来，哎，那你们来那给来吧。嗨，喂，所以讲到这，哎。对越南同胞群，即系呢件事发生，好可能系有企图嘅人嚟发生。啊，呢边仲住居紧啦。我哋越南同胞只有搞清楚南海系中国或者系越南。嗯，啊，你咩手眼？等等都得先啦。越南虽然系一个好细嘅国家，但系我哋好团结，因为呢啲事发生喺中国，一定会连累中国人民。政府一定要战争嘅反对，唔系咁。喺越南北部设有三间厂房嘅工商话，由于示威地点集中喺南边，暂时冇任何损失。咁我哋其中有间厂咧，其他都发生有啲小偷车嘅嗰啲人咧，就系咁攞。哇！攞啊！难题哦，我攞死咗你先。多。罗利奥二罩，诶，诶，到。好，那你们来。見てください。はい、ここ。即刻啦，話做合集，馬化妝，瓦薩話呢組，呢組，喂，姐，哈，啊。自己就叫，嗨嗨嗨嗨嗨，そうです，嗨，伊之助さん合ってる，嗨，合ってるよ。あとは、あともうどこだ？え、
多是 End up啊 get 到阿朵啊可乐唔求你抵到附近啦、啊！港铁沙中线土瓜湾站地盘里面发现三台方井同埋送盘朝村落位置，其中一个方井落成会延至鼓楼。新界居民就向交通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反映回应事件，佢话你系咩沙沙中线都得咩？呢个你节目拆开咯。哦哦哦，別溪啊！哦 ，good job good job。係。係，講你哋，講你，我話你哋，係。係。係，讀書考考路得緊啦呢，阿羅烏奇。中央古招会成员批评当局，系呢个判决喎，系很多判决。陈茂波强调，处理沙中线考古工作嘅过程入面，一直同古招会保持联络。喺四月份之前咧，我哋已经先后有四次咧向古招会汇报。去年十一月嘅时候咧，古招会嘅成员咧亦都有去到发现当局嘅地方咧去实地考察。喺过去呢一个多月咧。其實亦都向佢哋作咗兩次匯報，佢哋都落咗去睇嘅。佢話會定期向古招會匯報進展。政府撥款一億1000萬請大學生為招聘緊小學生補習，計劃喺今個學期結束，撥款只係用咗大約一半。咁睇到你負荷咧，就攞翻曬你哋嘅功課出嚟。港大教育系四年级嘅梁安然已经连续三年参与课后学习支援计划。查咗话，嘛好似小迪倾乱落嚟话，阿罗花英龙话，佢咧特技咯。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会有帮助。唔止一个学生，系一个小组嘅形式嘅小学生，你点样去处理佢哋？呢一个经历可以同翻即系一个，即系可能有啲闲到没事咁同翻佢讲，即系讲下我学咗啲咩处理技巧啦。政府在2011年提出三年的先導計劃，俾修讀教育課程的大學生申請，去到學校幫青年小學生補習，每班六至到八個人，同時新按大學生就讀的年級而定，由130元去到170元。整個計劃共撥出1億1000萬元，總共只批出4600多元。有參與的小學話好難請導師，最初唔該希望我一五四，但結果就唔得。佢冇理由參加呢個計劃，係可以點樣去學習？據了解，當局已經向小學發信，表明現階段會延長計劃多一年，時薪等嘅細節都唔變。咁校長話啦，經過過去三年嘅計劃，見到啲導師啦，主要係喺管理學生啦，點樣幫助學生提升佢哋嘅學習技能方面比較進展一啲，希望將來佢哋可以喺呢啲方面做好啲。無線電視記者陳浩報道。中國和俄羅斯海軍下個星期在東海進行聯合軍演，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會出席開幕儀式。中日就釣魚台主題爭議持續，俄羅斯傳媒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會一起出席在東海舉行海上聯合2014軍演的開幕儀式。而由俄羅斯導彈巡洋艦雅良甲號率領的多艘艦隻，星期五經對馬海峽南下，最快今日抵達東海附近海域，並將會停靠在上海的港口。係 ，DSO 我聽你啦，曬。解放軍話，一連7日的聯合軍演，嚟緊星期二在東海北部展開。
中俄海軍一共派出十幾艘艦隻，還有戰機和直升機參與，模擬進行突擊、潛潛、護航和搜救行動，並沒有實彈射擊。為了配合演習，東海部分水域將會實施航空管制。有分析認為，中俄過去曾經多次舉行聯合軍演，但今次多地改調部隊赴更加東海舉行演習，加上由兩國元首主持的模式是相當少見。內地有專家說，海軍人員需要在不同海域演練，熟悉各地環境，不排除中俄兩國未來會在其他海域再舉行演習，包括同樣有主權爭議的南海。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敏報導。是拉卡曼，是拉卡曼第一次。今年 TVBS 的民調顯示，他的施政滿意度只有一分。我馬多就差幾點。是的。零八年大選馬英九榮獲總統的政權。四年之後的任務做足近六年總統經濟與利息黨內矛盾和解決，還有在強項兩岸政策領域的研究。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爭議發生佔領立法院近一個月，馬英九民望曾經跌到平均一成。有分析認為，台灣幾任民選總統都遭遇過大型民主運動，李登輝出席嘅《民主嘅代表》化解危機，陳水扁遇上紅三軍導演，動員六營支持者上街抗議。但馬英九嘅大洋花海軍既冇吸納反對力量，又冇鞏固中國威信，成敗收場。我的民望保持良心，关键目标，但没有战略，甚至没有策略。身兼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党内党委的沟通也不畅顺。有点像是开明专制，就是开明的，听你说，但是专制的，就照你的来做。有评论指，马英九经常将沟通能力放在嘴边，但就一直不愿意放低身段，拉低人同民众之间的距离。阿德拉斯诺，那今日第一赛。Mac， 啱啱呢個係。香港嘅球迷唔少支持巴西，巴西香港球迷都唔少嘅巴西喎。七十年代，耶穌居里搭大水牛華德呢一隊嚟自蘇格蘭嘅拍檔，掀起本地球壇引入外援風潮。Discipline， discipline，巴西勁女山道士訪港，球王比利尼喺球迷心目中留低深刻印象。昨日落得出嚟巴西嘅第一個門，香港球迷曾經入巴西嘅門，但蘇莫比利尼都嚟到升高一頂。回歸後緣分到，高尼路列卡度等等嘅巴西外援相繼加盟港甲球會，列卡度爭住快通嘅球員一條。巴西兵成為近年港甲主流，阿波拉嘅做得，亦都能夠咧喺幫佢球隊上去咧係助攻。當年引入巴西兵嘅梁守志，睇中佢哋有高大身形又有細緻腳法嘅優勢，但係都有唔少事要留意。佢哋就係咁樣，上我哋嘅就
住接口，特有超光闯进，即时锁住鸟心。离开 B B， 尽情去玩，贪心啊！はい、トッポさん、わかりなさい。はい。あ、時間、そろそろですか。はい、ちょっとセーフしましょう。好啦好啦，你帮我搞掂佢啊！我都就嚟完噶啦。系系时间差唔多咯，差唔多咯，我啲嗱系。全新高露洁专业蓝玻璃生活水，俾牙肉全面保护。高露洁喺我帮最多牙医推荐口腔护理品牌。明眸健康认证及香港名牙嘅保心安，全新生产都喺香港进行。近于2008年，投资千万重新改装，以更现代化嘅管理，确保产品质素，成全质量至上嘅宗旨。当年名牌非过誉，香港优质自必然。万用七天元肌牛皮，由你掌握。Advanced Genevieve 黄牌精华肌底型，日夜激活，提升十大年轻肌肤特质，瞬间渗透。まあ、ああ、さっきのエナが、21世紀嘅好男人，一住就跟佢做手術，想握住呢對手錶，記得留意。好男人好料理，今晚七點半，當星翡翠台。哦，係由碧國電視台冠名贊助。啊，宝卡禮拜。希望大家睇天氣，今日嚟到下晝有幾分陽光，仲幾暖。なんだそれ？なんだそれ？はい、お疲れ様でした。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なんだこれ、なんだこれ、このやつ、なんだこのやつ、タイガー、トラップ、トラップ、マジかよ、マジかよ。今時間何でしょう？今時間何でしょう？次回また FD やってますよ。はい。はい。では、もう一回、セーフ。はい。あと、はい。終わりです。はい。今回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は